难度就比较高了。我是温柔体贴的暖男。你只是一个过客。安西教练跟杨丞琳的见面哦。冷淡喜欢什么型的？我现在是要开始看的。我喜欢腿漂亮又长。腿长的。好的。老给我见面，老给我见面，老给。其实长腿就好。我们要往腿痛去找了，这个就难度就比较高了。你几岁？我28岁。28，好好好。我一定要找一个完美的。你要刮一下。完美的恋人。我要放胡渣，你稍微整理一下。你有没有单身？你有单身吗？没有哦，这很幸福，这很幸福。我们先带本烫刷刷牙。本烫什么星座？巨蟹座。巨蟹座，巨蟹座，爱家的。本烫单身多久？3年。漂亮长腿就好，好不好？好，好。妹妹，新年快乐！你有没有单身？我们今天呢要帮本烫找一个冷艳的姐姐去。单身3年的本烫，你的专长是什么？我怎么样推荐你给女生？靠背，我没有专长，我本烫啊。我是温柔体贴的暖男，讲一些体贴的事迹，曾经发生过的。我可以帮他讲，他可能不太会讲话。大家好，我是韩秋草，我今天一样是黑男的特派员，就是帮他当他的助理哈。本烫他本身是一个暖男，没错。他曾经为了一个女孩子煮一个红豆汤，从板桥骑摩托车骑，还是送到板桥去给那个女孩子。真的啦，这是真的。现在有在追吗？现在没有。哦。对，要登的单身有暧昧对象。没有，我现在是基本是单身，没有暧昧对象，因为人家不需要。那你未来有什么抱负吗？抱负，就是成为一个电影演员。加油，加油！一定要。可是他已经有演过了。看角色成分是可有可无。我跟你讲，你就尽量笑，以后你会觉得更好笑。哦，有道理。和一个肚肚，你食量大吗？食量。普通大一点点，休闲娱乐，打篮球，好，运动，对，运动好啊！我以前是打篮球校队，我以前很瘦，你现在几公斤？现在110，好。目前有一个计划，就是在3个月成为北美肌肉男。他这事情其实那个可以，你看他有讲无糖的有没有？长腿后面有两个长腿，好啊，好啊，有没有单身的？没有啊，是。好吧，要去吃饭了，先去，拜拜。上一集配对的成功了，我知道啊，我们刚刚配完再去找他们。再讲，我们去走，对，好啊。前面现在应该蛮多人的，我们去前面看看。现在呢，目标要找到一个单纯的长腿美女，最好是不要在娱乐圈的，我觉得。有找到过娱乐圈的吗？蛮长的，蛮长的。这几间都是租跟电视台配合的。你现在已经是东区代言人了，东区导游，对，东区导游，5年了哎，对啊。知道有一家的店员很适合他，只是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单身。好，你有没有单身啊？有没有很适合？不要，别吵。一件型，而且的腿长，他会很喜欢这个。对啊，他一定会很喜欢这些。没关系，缘分。对，这个也超适合，而且不能拍。好，不拍。穿超辣。嗯。所以他应该会喜欢，会哦，你马上就知道本上喜欢什么型的。对，姐姐，姐姐，冷艳的姐姐。2000 years later。我遇过2次，真的假的？你遇过2次？我好开心哦！哇，我们手好久的，很久之前。天哪，2017有遇过吗？我现在遇到一个男生，他是演电影的，然后他还有在经营。梦想家想要成为厉害的第一名，你可不可以跟他认识？加长腿在这边，哇，这个大概有九头身。你做什么工作？业务。哦，业务，好听吗？你可不可以唱一下？你只是一个过客，从我的世界路过。也许我想的太多，却不能给你什么。很厉害，而且我发现他背后更厉害。真的吗？哇！好了，我们来跟他见面。那我们先来前面。我要后面，这样走吗？来哦，不要回头哦。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。好，现在在我的右手边呢，是我们的本烫，本烫心脏，张本烫。对，陈姓陈，姓陈姓的陈姓张，然后他姓张。哦，陈姓张。对，左手边是我们张天师。
姓张，张先生，右手边是我们的女弟弟陈小姐。新张杨森有哎，很像。现在手要三哦，你们转过来哦，好不好？安西教练跟杨丞琳的见面哦，来，预备，一、二、三 ，Go！ 握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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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握手。对呀、啊，我跟你讲，他为了今天能遇见你，他有去刮了胡子，而且他刚刚还刷牙，口气很好。他目前参加过一部的电影演出，那他梦想是想要未来有更多的电影机会，有没有冷艳？不笑有点冷艳。你不要笑看看，冷艳的感觉那一种。哦，有。我很高冷。是不是？是高冷型的，有没有找到？有。脚有没有长？有。你会夹娃娃吗？那你，我觉得你也要送他一个他喜欢的，好不好？可爱吗？要看他们摆的可不可爱。好、啊。哦，你看。很会耶，你看，你看，聊天起来很好。我好紧张。好，你不要紧张了。我们先交换一下，你先。好好。冷艳的眉毛。哦。要通个电梯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先。好好。先传个贴纸。好。来来来，一只手给他。近一点，近一点，不要害羞。好 ，Go。像那个谁啊，汤婆婆的。汤婆婆的婴儿。你长得很像汤婆婆的婴儿，那个那个字很难念，是。哎，他叫宝宝。哇，好浪漫了，三。五啦。你看，好浪漫，浪漫，哎呀，还有逆光，很浪漫，很浪漫。二。现在在干嘛？一，可以可以，等我在通电呢，不看十秒。反正怎么样，感觉怎么样？好，来。那我们来选一个你喜欢的，那你会不会？我有哥哥。哇，哥哥，哦，你对他好好哦。好，这个可以啊，这可以。哦。可以放东西，要放东西。好，完蛋了。可以呢。你要努力的加山。哎呦，哎呦，还唱歌给本探听呢，很好很好。加油加油加油！哎，那你又变瘦了。一点点，最近比较瘦的，怎么瘦的？吃不下，没时间吃，吃饭时间过了。本探加油！哇，睡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怎么还有四十多头吗？喜欢吗？谢谢。好，我们来要进行打分数了。哇哇！他不小心就掉出来了。你不是也想要晒？哇，赞赞赞！好啊，那我们要进行对第一印象打一个分数了，好不好？那你要给他几分？满分是十分。七分吧。我七分。啊，有什么优点你觉得不错的？感觉很腼腆，然后害羞害羞，小男生。小男生，你看姐姐型的。哦，睡了睡了睡了，他刚好要一个姐姐。你们一起演电影。好好，我来问一下本探。好吧，希望你们可以有好 好发展。好，蛮好的。对啊，真的蛮好的。我对他分数也蛮好的，真的。啊，你看，九分，很高哎。你两组，你哥哥也是。他等一下有行程，我觉得你可以给他送一点。我会送红豆汤。啊，你这样子还蛮好。你是住台北吗？我住台北，他住板桥。对，我住。哦，那可以。你这样就可以从板桥送到台北了，距离就远一点了。婷婷，很棒，很棒。刚刚那个一个转身，傻了。他很喜欢你，他给你九分，你完全是他的类型。然后互动一下，哦，好，可以啊，好，一定开始。有点累，可以背我吗？啊，不用背你，我帮你。好，谢谢。要美丽了，刚好刚好，你撑了快三十秒，对啊，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来拍张照，拍张照，好，来要三，一，好了好了，啊你们当朋友，有空约一下，没问题，他人很 nice 的，那你可以给本汤一个拥抱吗？好啊。掉掉掉！都解决。呵呵呵，你进门，谢谢谢谢，不要联络我，好，大家跟他联络，要保持联络哦。好。
对，希望在一起哦。哎，我觉得他真的很厉害，而且划算。哇，曹源，你要不要配一下？配什么？他也单身了。我结婚了。他今天单身。他今天单身。不行啊，不行，不行，要真的。你们不要弄我好吗？我今天真的是黑男的摄影助理，我一路捧着他。我再次跟所有的观众保证，这个节目是真的。对，我也保证这是真的，不是。然后如果说未来这个女孩子你喜欢她，我希望你开花结果。她有什么不懂的话，需要兄弟们帮忙，跟我讲。对，你笑，我觉得怪怪的。黑男是师父，对，师父领进门，修行太贵了。然后我还是要，就是听我们老大哥的话，他今年40岁，他的经验一定很丰富。赞啊！哎呀，祝本山幸福，祝他幸福，今天来。对，谢谢黑男，我今天真的大开眼界，开心。Yes， 成功，成功。